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早。今仔咱大家到底学习的时间呢？要介绍今仔日的学习进程，咱赶快先来学习今礼拜所讲过的学习。今仔，请大家对我大声念：食紧弄看看。爱念较大声的哦，咱再来一遍，食紧弄看看。这礼拜咱要讲的俗语是：牛鼻毋鼻，鼻牛鼻。以前做田人的厝内，拢会一只牛，拄出世的牛仔仔会啪啪走。地鼠爱伫伊个后棍绑一条绳仔，免得走无去。等到牛仔仔变大汉，绳仔绑袂条，彼时人着爱活伫牛个鼻仔穿一个铁环，搁伫铁环绑一条绳仔。安尼牵牛个时，有一个绳仔。牛惊痛，就会乖乖啊跟来行。是讲牛的体力真大，有当时啊，若牛性地压起来，嘛是真歹控制。所以有的人惊，唔敢去揪去条锁啊，反倒去揪牛的耳啊，这搁较无效。牛无好势，无得看，会去予牛的牛角弄着。所以讲，即句俗语的用意，是要提醒咱做任何代志，着爱有要领，凡事凡行，爱先分辨轻重利害，针对重点着去做，才有效果。好。今仔咱就甲即礼拜俗语学起来，请大家对我大声念：牛鼻毋鼻，鼻牛鼻。咱搁来一遍：牛鼻毋鼻，鼻牛鼻。大家爱念较大声的哦，牛鼻毋鼻，鼻牛鼻。这礼拜大家到阵学习就到这，多谢大家。